家好，我是任容萱 ，I like natural。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一个戏剧作品，让大家看见了任容萱，让大家认识了，然后看见了不一样的我，那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满足。所以那个感动让我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就落下了莫名其妙的感动的泪水。拍摄一个广告的时候去骑马，那当我骑上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紧张，我没有办法让他感觉到安定，没办法好好的驾驭他，所以他就有一点失控的就狂奔。那我在上面，我其实也很害怕，我就只好谨记着教练说身体不要往后，要往前。他就一直狂奔，一直狂奔，一直狂奔，教练也没有看到，然后直到他带我去撞树。纪录片能够真实的反映不同的人生故事，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酸甜苦辣。我是任容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感受国家地理频道带给我们世界各地的精彩故事。 I like natural， 12月22号晚上8点起，只在国家地理频道